大家好，我是刘谦，新年快乐。红酒杯，红酒。首先要各位表演这个呢，好，今年第一个节目叫做喝红酒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这个也太熟了，真的是。好了，这个是我今天第一个表演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这个是我今年呢最喜欢的一个魔术发明，结合我们接下来就是见证的奇迹的时刻。这个简直就是艺术品啊，这位先生，这个送给你做纪念。这只是开始而已，朋友们，接下来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魔术是一种艺术，艺术呢往往可以跨界结合。朋友们，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今年的新搭档，著名的国际钢琴艺术家李云迪先生。Hello， 哎呀，很高兴今天在这个舞台跟你合作啊！哇，今天真的是啊，是这个样子的，云迪。因为我们其实是好朋友，我非常了解，我知道你有个冤屈。因为呢，其实我知道很多传言，江湖传言说呢，因为你是个艺术家，平常并不善于言辞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呢，我们要打破这个传言，我们应该来先来一段语言上的交流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给我变一盘饺子吗？我有没有吃饭，很饿。我们还是不要什么语言交流了，我们直接进入艺术的环节吧。好的，魔术是由52张扑克牌表演出神奇的魔术，钢琴有88个琴键可以弹出优美的歌曲，今天要结合在一起。各位，难道今天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鼓掌的冲动吗？Thank you.
刚才我们完成一次优雅与温柔还有浪漫的结合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是要来点更激烈的东西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激烈的东西，来，请。好的，请就定位。对我来说，接下来表演最适合的曲子，贝多芬《月光山》。好了，云弟，不好意思，暂时呢，我要把你英俊的脸庞给遮住。我希望你没有幽闭恐惧症，因为你可能没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弹过钢琴。应该没问题吧？我看一下。OK 了，好，好了，朋友们，即使呢，各位看不到云迪玉树临风的外形，但是呢，悠扬的音乐仍然还是飘散在我们演播厅的每一个角落，让我们能够静静的欣赏。接下来。等一下，这怎么了？啊，找人，找谁？力宏。对不起，对，今年是我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找董卿呢。我，哎呦。闹情绪了，哦，没关系，不露脸没关系，至少云迪有让你露脚。是的，你的脚呢，也同样的是英俊潇洒，就像你的脸一样。我们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欣赏都是美妙的音乐，而接下来就是魔术的时刻，我们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谢谢。